所以啊，我怎么办？哎 欸，大家真的好过分哦！立马卖出去，早就不要卖了。天，我现在有个位置，但是我想要三个都发酵出。不然，哎、欸，他都没有趋势图啊，他也没有分析说目前。目前涨势最，我觉得官方可以出一个目前涨最凶的东西。啊，啥意思呢？没有，小猪的价格一定上不去。哦，这个控制大概。毛线虫应该还没降。哦，毛线虫现在这么贵哦，玉米种子现在还没降。到底是谁一直把酵素卖这么低的价格？还有我的酵素卖不出去啊？问你，这个还给我卖这么便宜？诶，他是卖2亿耶！嗯，销售他给你卖这么凶啊，就是有人偏偏要卖3000万，哎，3000多万，哎，还有我的东西都卖不出去，不管了，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，不甘愿啊，不甘愿，手雷小麦总是讲啊，这个还没用。特级的鸡肥，现在还没。那可以也给一个位置，东西给你卖。除非我们就去买别人的，然后再回来卖这样。也是啊。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看要买什么，然后要卖什么，自己做一个决定啊。那、欸、你在买之前，要先看他们的价格啦，再决定说要怎么搞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哎、欸，